周深和大家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如何画一个戴着口罩还能美美的妆。因为我没有口罩，我只有眼罩，所以我们先戴上看一看还剩余哪些皮肤。这啥？就眼罩跟口罩差不多大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又有口罩又有刘海，基本已经不剩什么东西了，还挺保暖也保湿，其实也挺好的。那么就剩鼻梁、眼睛和这个眉毛了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首先这个粉底上还是不上的，上嘛也就上那么一点点，别人也看不出来什么，不如稍稍打个底吧。好，是不是看不出来什么区别？接下来呢，我们涂一下眉毛。其实像我这种呢，画眉毛和不画也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。接下来就是鼻影，因为我们盖住下半部分还是能看到这个鼻梁的，所以上半部分还是稍微画一点阴影，让它更突出一点。停。然后就是眼妆了，因为一般过年嘛，大家都会穿的红红火火的，所以妆容也是一样，一般我会喜欢选择红金色来体现一种非常喜庆过节的感觉。先用这个肉色打一下底，然后用哑光的这种暗红色。对，因为我的双眼皮是非常非常双的，所以我一般涂眼影呢是会稍微往上一点，不然一睁开眼睛什么都没有了。之后呢，我会用小一点的眼影刷蘸取那种带闪闪的金色，涂在眼睛的中间，然后再用干净的大眼影刷把它们混在一起。之后在眼尾的下半部分呢，我们可以选用那种亮的橙色或者红色。最后到了眼线部分，我一般会喜欢用深色眼影，为了着重眼睛的部分，下面的眼角处我也会稍微涂一点。其实这也是我在巴黎看到很多小姐姐她们都会在下面画一点点，就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大一点，当然这可能是欧美妆的习惯了。好热，就这么简单随意的画好了。现在让我们戴起口罩眼罩。我知道其实还是差不多什么都看不出来的，但是这个自己的心情感觉就好了很多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一个口罩妆就画好了。希望大家在春节呢也要多喝水，多吃维生素 C， 戴上口罩出门，不要去人多的地方。希望大家都能在新的一年有一个好身体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平安健康。我妈要念诗了。时光如梭，新年到，大家争相买车票，因为家中有二老，相聚一起真热闹。第二首，你就连播吧。家中二老是二宝，定海神针永不倒，人丁兴旺就是好，东西南北全来到，各大场馆已封闭，在家作诗陶情操。好。为了求学离开家，母子二人闯天涯，飞往欧洲到巴黎，日月旋转有时差，外国风光无限好，怎比故乡上海家。好，好了，那今天就是这期视频了，我们下次见。